各位技术代表，各位菩萨，弥勒尊佛，今一回普贤时代行愿，甲咱介绍到第七行愿，清佛祖师，佛得以这个应化身来人间，来甲咱关心，以关心就是用法轮。来给我们帮助，就是说来人间实现成佛之后，说法来导我们，来帮助我们修行解脱。但是佛陀来人间要导我们，他最主要就是要导和他有缘的，和他无缘的人他接不到。这句话说，我们若是无证那个含佛结缘，或者因缘呐，那么咱无可能去遇到佛。虽然伊真慈悲，伊希望每一个众生拢回度，啊，毋过咱本身都无证迄个见佛的因缘，所以咱往来见袂到。所以佛陀伊的责任，就是含有缘的，伊较多真，伊就爱离开咱。伊责任完成，伊就爱实现涅槃。所以佛陀虽然来世间度众生呢，并不是当机械的，就是讲有一定的时间，伊众生度完，伊就爱离开。如果那是讲佛陀真慈悲啊，众生就度完啊，伊无要离开，伊要继续度落去呢。那么遐堪咪无结着缘的这众生呢？原来是无迄个因缘，还好记得伊，所以伊那来去留伫世间人，原来是等于无作用啦。所以佛陀要实现一个盘呢，这最主要的是也多缘依尽。当然，佫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就是讲伊那是当机性来挂伫这世间。那么安尼呢？众生就是你讲阿弥陀的永远在世间，那么将来我好个来找就好啊。就是讲有结着缘的众生啦，伊嘛安尼想，将来我好个来找就好啊。我尽慢才死嘞。那安尼呢？众生的海带未精进，所以佛陀一定爱来实现涅槃。不，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讲佛陀。在这个世间，如果那是讲永永远远大的，那么众生会感觉讲，伊本来就是佛啊，伊是以佛的身份在哩世间，那么伊跟咱无相像，咱凡夫众生永远就是凡夫，伊圣人永远就是圣人。换一句话讲，伊的认定讲佛本来就是佛棍，那么咱凡夫也无佛棍，咱搁安怎修？嘛是未成分，所以佛陀来世间实现，伊必然得爱实现，含咱小乡啊，找有缘的爸母来投胎、来入胎、啊主胎、出胎，哦。那么伊也实现含咱小乡，完啦，娶某生囝啊，享受人间的五欲，然后伊在一生当中呢，伊完啦爱实现。有病有老有死，堪咱想象。那安尼众生就认定讲，佛伊嘛是人啊，阿难嘛是人，人啊佛祖伊舍弃伊的富贵，伊无爱享受，伊要追求真理，真正用功修行，伊得到真理。那么这对咱来讲，这是一种的鼓励性，咱嘛是会使学佛啊。咱卖贪多的这个名利富贵，咱往啊来跟随佛陀，来学佛陀，来修行，咱卖当去予咱证得真理。所以佛陀一定爱这款的实现，实现甲咱相像。其实呢，讲佛陀最后是入涅槃啦，伊度缘已尽，伊甲有缘的众生拢度完，伊来实现入涅槃。离开人，但是
啊，论到真的佛陀并无离开咱，佛陀的法身是永远常住不灭，佛陀的这个慧命嘛是永远常住。所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经书啊，华严疏钞内底有讲，讲一句话，讲众生心净见佛常住，众生心故见佛下明，佛无生灭，随机见殊。那么这句话证明了，得当看出来，佛呢也本身并无有生灭之相啊。那么咱就是咱众生的问题，咱众生心垃圾的无清气，所以有看到佛的这个生灭相啊。如果咱的心若是参佛的心相像呢，咱就会当看出佛是常住，佛并无生灭。那么咱讲佛是常住无生灭呢，会当去透过一本经，叫做《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内底，内底讲一段这个记述，咱会当来说明。这部经内底有讲一项事，讲过去真久以前有一个修道人。这个修行人的名叫做最圣，这个最圣伊住伫山顶啊，伫修行。但是伊伫修行呢，这个人太有自心啦，所以伊伫修行呢，伊拢会对这个，这可能是对这个幽静真自卑，会自心自物啦。那么伊这款的修行呢，当然是真好啦。但是在最先伊看法呢，认为讲，伊这款的人修行，自心这一本呢，也不如得来讲学德文，如果那有正知见啊，如果那当一切的法师求法，本身建立这个正知见呢，然后用这个正知见来说法，来破众生的邪见。因为真侪众生下低下见呐，如果咱来当透过经教安尼，咱家己这个正知见呢，建立起来，咱会当来说法开始众生，和众生来转迷成悟，那安尼是不是佫更加较好呢？那么这款的做法呢，比咧自心这部佫更加殊胜，所以这个，这个罪行呢，就看讲这个人咧修行是修迄行的，那么伊就家己想讲，伊要来找法师啦，来去求正法啦呢。那么迄个时阵呢，这个罪行就去入去村庄内底，处处就去咧找说法的法师啦。结果这件代志去予天魔知影，那么天魔就是要来甲破坏，要来破坏，要来害伊的对。所以迄个时阵，天魔就变现一个法师的样，来甲伊讲，讲我就是一个法师啦，我有一句佛的寄言，这是做无上甚深的微妙法，如果你来当亲像《华严经》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内底，就讲啊，你会当做个安尼，做百回为转舌骨为病气血为病。来写这个字呢，那么我会跟你说啦。那么伊就是讲叫伊把这领皮剥起来，来做纸，来露出伊这个，拆出伊身躯这个骨来做笔啊，把这个血呢做墨，安尼来写字呢，安尼伊就要跟伊说开始这句字安尼。那么伊讲安尼呢，这个修道人就是最善啦，伊足爱法的嘛，所以。伊听了这个人吼在讲安尼了后呢，伊就足欢喜的，就真正家己在遐皮剥起来，真正用骨来做笔啦，用血来做墨安尼啦，你开始写字。但是呢，迄个无看到伊这款的精神呢，所以到尾拢真正互伊感动着啦，无办法通去甲害，就点点啊离开。迄个时阵，这个罪性。最先这个修道人就了解，原来我就是去给魔来给我欺人，给我创地去呢，
哦，迄个时阵，伊本身就对虚空来发愿啦，对空中发愿。伊讲我即马是为着法咯，为了正法，所以无惜着我的性命，也是方世界。如果若有会当说法的人，希望伊会当大慈大悲现前来为我说法。那么伊伫向虚空来发这个愿了后呢，啊，结果我在发迄个发愿迄个刹那呢。在东方世界有一个国家叫做普无国，这个国家有一个佛叫做净明王昏的，马上现在他的面头前，而且放光来给他加持，用光来给他加持他的身躯，让他身躯的这个痛苦减少，因为他把那身躯的皮剥开了，抽出骨要来做，要来写字，所以他那个身躯已经受伤到了，那么经过佛的加持了后，他痛苦就无，身躯的伤状变好去，都恢复原来那样。那么佛陀就甲伊讲一部经，名叫做《集一切福德三昧》。那么伊听了这部经了后呢，伊就得到正知见，不但得到正知见，也得到真好的这个辩才啦，那么伊呢？佛陀讲，这个罪行，这个修道人，就是伊的释迦牟尼佛的真心啊。伊为着要求法呢，那么安尼佛陀现伫伊面头前，那么佛陀讲这部经，意思就是伫甲众生讲，佛并无讲往生了，意思讲佛并无死啊，佛这款的实现涅槃呢，根本伊都无涅槃，这是一种的实现。如果众生的这个心清净、眼清净呢，应该会当看到佛啦。因为佛的告诉那死了，伊就袂当去回得转来啊。所以讲，这是华严，华严经疏，疏抄内底，有一段文。那么华严经的这个经疏内底呢，嘛佫有一段文。所以这段文就讲，咱爱知影，哪个有人恭敬求法呢？迄个佛会现在伊头前，佛未涅槃会现在伊头前啊！所以咱爱了解啊。虽然佛来世间要度咱啊，但是实际上伊有缘的度了后呢，伊是现在涅槃，但是佛并无离开咱。这点应该爱互咱知影。那么现在在说清佛祖师，这是普贤菩萨的第七条大愿。那普贤菩萨他就是希望说，所有的佛呢来世间度众生呢，希望他们都不要入涅槃，虽然佛是以应化身份来度咱，但是普贤菩萨原来希望佛大慈大悲常住世间，伊不但希望这个佛常住世间，普贤菩萨伊更加希望所有讲悟真理的圣人呐，拢会当常住世间。就是讲对真理有所证悟的这圣人呐，如果因来当呢，卖离开众生，因拢在世间，尽量来帮助这众生，所以佛如果那是住世间呢？那么法就会当在世间啊，因为佛那住世啊，这圣人啊伫在哩世间呢，因袂讲安尼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因会尽量用佛法来甲众生教育，来帮助众生，互因脱离痛苦，互因脱离烦恼，互因得个正知见，或者众生会当离苦得乐，或者众生会当来净化伊个内心安尼。那么佛会用佛法来众生引导，所以因此呢，佛那是主世呢，法就是主世。那安尼众生呢，因为佛法的助论，伊就会减轻伊烦恼，减轻伊痛苦，甚至这众生伊都有可能来对真理有所领会，有所感悟。所以佛主世间时呢，伊度众生啊。伊度了真济，当时咱的世尊在哩世间的时阵，你看伊度偌济弟子，正初个、二个、三个、四个，
阿爷嘛度真济众生，予伊发菩提心，毋是度人尔，也度天，嘛甚至去度几道众生，度阿修罗，得伫阿含经恁都看会得出，吼、哦。所以佛祖说，会对六道众生呐、啊，啊，不但六道众生啊，对这四生啊，都、就是包除了佛以外，诶，这菩萨以下这圣者，伊嘛有真大诶这个帮忙，甲真大诶教育，啊，所以啊，佛祖伫世间诶时阵呢，啊，众生好伊多，伊身上得到利益诶，会使讲真济，啊，那么咱透过这个。下圣经啊，会当看出将来弥勒佛在世间出现伫世间的时阵，你看一到96亿的这个人证阿罗汉，这是初会呢，第二会就到94亿，第三会就到92亿，还遐互鼓励发菩提心呢，会使讲不计其数，而且互伊来鼓励。哦，来修大乘行的人呢，嘛是真多啊！哦，啊，不只是人道众生，也有天道的天龙八部，佛弥勒佛来甲帮忙啊，嘛有真多。哦，虽然这是未来世的代志啦，啊，不过咱对这个佛经得当了解，只要佛来出现的世间，这是众生的福啊！啊，这是众生的福啊！所以咱希望啊，希望佛会当出现的世间。啊，不但地来出现伫世间，也会当相助世间。啊，相信这是每一个做菩萨的这个心愿，也是咱每一个佛弟子的心愿。因为其实呢，咱即马就是佛已经离开咱啊，哦，所以咱较有一种的想念。啊，如果那是像当时佛在世的时阵呢，你看画遐弟子呢，也未晓珍惜啊，啊，画嘛佫会糟蹋。咱的世尊，哦、啊，所以啊，佛已经离开咱一段时间啦，啊，世间都无佛啦，啊，不过咱原来真盼望，吼、哦，真盼望，希望这个佛会当搁来出现伫世间，啊，搁来相助世间。那么，这款的这个盼望呢，就期待伫未来呀，哦，弥勒佛会当早一日来出现世间，来相助世间，来甲咱关心。那么现在来讲讲现实佛的入灭了嘛，啊，那么咱是真心希望佛会当以各种的身份啊来相助世间，暗中来甲咱帮忙，来甲咱关心，因为佛已经入灭完啊，这得爱等待到未来弥勒佛啊。啊，如果若要佛要来甲咱关心呢，这伊会用其他的身份，伊袂用。现迄个佛的身份来啊，啊，所以普贤菩萨的第七心愿啊，所以伊就是讲请佛助世人，啊，伊希望佛会当助世间啊，啊，当然啦、啊，是以其他的身份来嘛好啊，哦、啊，总是啊，佛是大慈大悲，无论用第一种的身份来，伊会尽量来众生帮忙。咱即马先来了解，什么会叫做请佛助世？何为请佛助世？请佛助世呢？啊，简单讲就是讲，希望佛会当永住世间，永远来带他们到顶。那么就是啊，请佛，伊讲袂当永远带伫世间，啊无嘛是讲伊来世间来带较久的，啊多关心一点啊众生，啊来加度一寡众生安尼。啊，那么这里讲讲请佛助世呢，咱。应该会知影，毋是请啊，请一个做法身佛啦，也是报身佛啦。啊，就是讲啊，这个报身佛那住世间呢，咱嘛是见伊袂着啦。咱所请的就是请应化身佛。咱众生凡夫众生，本来有见着应化身佛的这个机会，就是讲应化身佛那是应化来人间也。变化跟我们同样的身份啊，跟我们生着同样啊。那么如果若是以应化来实现啊，实现佛心要来跟我们度，那么希望伊既然出现伫世间啊，那么希望伊加留一段时间来跟我们
多关心一寡。哦，所以佛的这个发心呢，哦，是讲啊有形象的啊，因为佛的发心是骗虚空界，咱是看袂到。啊，那么佛的报心也毋是咱凡夫有迄个福报因缘看到，这个佛的报心是凡夫见袂到的哦。哎，要见得到，得爱高等菩萨，哦，有水准的菩萨。有德行的菩萨，这大菩萨才见得到。那么咱一旦看到的，就是佛的应化心啊。那么应化心虽然讲众生看得到，凡夫看得到，不过原来他以本身有栽培这个见佛的因缘呐。哦，啊，那无原来是见未到啦。哦，所以地藏大师在讲啦，讲见佛不见佛，有性有幻入。你别个来当见佛，别当见佛的，盖在你对，你对大乘法啦，对于这个佛法，你有分修无？你若爱听经文法啦，那么将来佛来人间示现，你就知影某咪人爱听法啦。安尼，啊，伊说法的时阵呢，你自然有迄个因缘来看得到。啊，亲像讲啊，注意在着，你若是爱听法啦。哦，爱看佛经，那安尼呢？佛的知影啊，将来那是有人间有佛出现呢，伊拢会知影。知影你爱听经文法，时间到，伊成佛的时阵，伊就会通知你，互你来生在佛前安尼。那么这个千佛祖师啊，会使讲每一个众生的希望啊，其实他都甲咱讲过，啊，佛陀并无离开咱啊。啊，真正讲现实的释迦牟尼佛，虽然呐2500年前就实现一个佛，但是呢，伊是伫别个所在伫教育其他的众生哦，哦，啊，就是咱唔知影哩，哦，伊并无离开众生啊。啊，咱看当时这个这个布袋和尚，伊哩看伊哩到处来伊来人间啊，来实现这个。回向的身份，啊，就伫这个砖头啊，多人多了啊，实现一个盘，啊，结果咧，别个所在冇，冇看到伊，冇出家人啊，冇技术，有做官去看到，伫别个这个诶国家有看到，原来是布袋回向迄款啊，拍一骹地啊，哦啊，手挂一杆念珠安尼，迄款的身份来出现伫别个这个所在啊。哦，所以咱来看，这个佛来人间度众生呢，迄款呢，啊，这边实现入涅槃呢，其实伊并无离开众生，伊完全原在搁伫别个所在，伫咧教育众生，伫咧慈悲众生，咱稍休休困一下，他搁继续。啊，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佛是入涅槃，其实伊并无离开众生。伊是伫别个世界，也是别个所在，原来继续伫个慈悲众生。为虾米？因为佛太慈悲了，所以在化缘以前，就是讲伊应该化这个国土的众生，含伊有缘的啦，伊拢甲找出来，甲教育了后啊呢，啊离开遐众生，啊来现迄个涅槃相。但是伊的发心是相助的，啊，而且伊的报心呢，得教育其他的菩萨啦，啊，这是遮的凡夫看袂到。啊，那么伊的应化心呢，虽然来现世间无福报的，原来见袂到。那么有福报的见到佛了后，应化心离开了后，原来伫别个所在，啊，佮应化一个身躯伫迄个所在来教其他伊的众生啊。那么这咱拢会当对涅槃经会当看会出来，啊，所以涅槃经内底当时啦，佛陀要实现涅槃的时阵，啊，就有一个地，有一个做工啊的囝啊，叫做孙德啦，伊就来请世尊来带世间给带一劫，但是佛陀伊讲一句话，那么对这段文咱就看出佛陀。并无可能入涅槃，哦，这款加上入涅槃，这是实现，哦，安尼
暂时离开咱安尼尔。我就讲一句话，伊讲如来以同一慈悲心看顾一切众生，得如同看顾了好了迄样。那么佛陀这句话意思讲，佛陀用一个佛陀的慈悲心，把一切众生拢看作共款，参对待伊的囝迄种的疼爱，安尼看待众生哦。啊，佛陀毋是爱伊的囝就好了尔，爱一切众生，伊把一切众生拢看作是伊家己的宝贝啊囝安尼，用迄款的心来咧爱众生。伊哪有可能会下去慈悲心，啊，放众生无要甲顾咧，哦，所以佛陀讲，我哪会下去慈悲心来对众生伊不管，如果我还讲安尼做咧，啊，众生我不爱插啊，安尼啊，我来离开，哦，啊来应入涅槃咧，哦，那么佛陀佫讲一句话，伊讲假使问。文字之热水，令侵怀大地，令永远以全国大海啊！逆时乃会进入涅槃。那么佛陀这句意思讲，大师讲啊，将有迄个网啊啦，或是即个热热的是种小昆虫啦，就亲像即种的小昆虫，伊放出来即个热啦，啊放出来热安尼。将伊个肉下底，把这个大地甲浸歹去啊！或者是讲，因放个肉下底淹这个山谷啦、大海啦、淹满，哦。那安尼呢？迄个时阵，世尊较会入涅槃。啊，咱甲想，蠓仔放个肉，伊较有可能来把大地浸歹去咧。蠓仔放个肉，较一点点啊尔，哦。啊，迄时放了嘛，随打去。那有可能，这无可能的代志。啊，我爱放的药，较会当来加阮啊来用阮这个大海的。啊，所以世尊讲，我无可能入涅槃。那是有可能安尼呢？我爱放的药会达大地浸泡呢？迄个时阵，我才有可能入涅槃啦。那安尼对这段文来看出来，所以咱会当了解如来将来无离开咱。哦。就是应化身是现入涅槃，但是伊的思想来出现伫人间。啊，不过一个问题就是讲，伊若来出现伫人间，众生袂当捌伊啊，而且会当面错过。哦，所以当时弥勒菩萨伊来应化的时阵，伊就讲一句话嘛，伊讲弥勒即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时时人，时人皆不生。啊，虽然弥勒菩萨有化身千百亿来世间，得个加拉众生关心，啊，毋过啥物人捌伊？伊时时咧实现人间啊，啊咧关心这众生，可是无半个人捌伊啊。哦，所以不得总讲伊搁较慈悲啊。伊来世间原来千百亿化身，亲像弥勒菩萨安尼，但是啥物人捌伊？上好真好个例，就是北齐个号召王，伊即位个时阵，伊曾经起一件事叫做啊，蒙德寺。那么伊起事成立迄一天，啊，伊就来举办一个大法会来庆祝。那么伊这个号召王，伊就家己亲身啊，啊，就办这个斋饭，要供养十方的众生，所有出家人总请得着。迄个时阵有一个比丘，脾气无介好，啊，生作也无介好，清茶无介好，伊就出现，啊，出现了后，伊就来甲这个号召王讲啊，讲贫道嘛，想要来遮食一顿啊饭啊，安尼。啊，号召王就甲安排到迄个上界小的座位遐，哦，上小位的遐就对。啊，互伊伫迄个所在食饭。啊，然后伊就甲问讲：“你伫倒位来的？啊，你住伫倒位安尼？”啊，伊甲应一句讲：“我伫比伯岩。”然后号召王吼，伊就看伊安尼真无气，吼，穿歹啊，啊，生作也无好，啊，啊，就甲伊讲啊，讲你以后若出去唔通共讲啊，讲你曾经。来赴这个国王的这个供养啊，
的这个财会，唔通讲出去安尼。那么迄个出家人伊嘛甲号召讲，讲陛下你出去，你嘛唔通讲，讲你曾经捌供养真心的释迦，啊，甲讲一句话了后，就啊飞去虚空中，啊，现迄个神空，啊向南边去。到尾啊，号召王较真正有够怨叹家己的，啊，有够怨叹错过这个姻缘呐。啊，然后呢，伊向空礼拜，伊就派人去比比岩遐去看，啊，发现着真正世尊当时来赴斋会的时阵呢，啊，留了哎，这个衣，哎，这个色中啊，甲薄，到尾较起两件事，啊，用这两项宝物来遐做定点的宝。我定时的报安尼，所以就亲像这款情形，世尊伊实现就涅槃，这都无法度一定按安尼实现啊，因为伊有缘的众生拢堕了啊，伊搁堕落伊去，叫众生的就是讲佛永远伫世间，哦，啊，看咱身份无相像，那么伊是佛身哦，伊是佛啊，伊本来就是佛，啊，咱是凡夫，咱有可能合佛的成功，所以一定要离开。哦，啊，一定爱实现慢慢修行啊，实现有生老病死啊，所以一定爱实现就涅槃。但是实际上有这个号召王，迄、那个时代，这个出家人伊来实现哦，世尊来实现出家人，咱都看得出来啊。哦，这是在这个佛教书内底的有安的记载，但是其他咱无发现的，就是讲伊的身份无互人。来个发现的呢，那么我相信是无量数了啊，因为佛的慈悲愿力太强太大，哦，所以咱应该爱知影，哦，咱众生呢，啊，那是讲啊，佛在世的时阵呢，哦，咱得爱赶紧爱来个请伊住世，唔通回去涅槃。啊，如果那是讲佛那已经入涅槃呢，咱啊希望佛过来在世间来个咱关心。所以为什么要请佛祖涅槃呢？啊，咱就知影。第二，咱应该为什么要请佛祖涅槃这个问题，啊，都来讲讲吼，请佛祖释这个意义。那么为什么要请佛祖释？啊，那么佛应该度的众生，伊就度尽啊，伊一定爱实现涅槃，但是佛要入涅槃的时阵。伊会甲众生通知，安那通知呢？你看咱世尊，伊要入涅槃进前呐，伊就开一个可请之门呐，哦。那么伊最主要的是要甲众生提醒，我要涅槃啊，啊呢，啊希望咱甲伊留咧，哦，我要转来去啊，啊你若甲留咧，伊就安尼啊，啊伊就搁留咧，啊你若不甲留咧，伊就离开啊，哦，亲像咱去人兜住咧，啊咱嘛唔敢人住啊，伤久。啊，住伤久袂使者，啊，咱着离开。要离开的时候，人也讲啊，你都住咧啊，你真无简单来，你好住，加住几间啊，拜托安尼。啊，如果你若甲邀请，有可能伊阁留咧。那么这款情形呢，世尊要入涅槃的时阵呢，伊有甲阿难讲，哈、啊，有甲阿难提醒，讲伊要入涅槃啊，啊，希望阿难会当主动来甲留。啊，不过阿难迄个时阵。并无甲留，所以到尾啊呢，父母来甲世尊逼伊入涅槃，那么世尊就入涅槃了呢。这是记载伫《大正宗第一册》诶191页，这是《大涅槃经》有写一段文。佛陀当时甲阿难讲讲：，四心诸人上灵自受观一劫，欲见一劫，如来真正有待信力。其中不能自受一劫，欲见一劫。啊，其实阿难是介聪明的人啊。阿佛陀家阿唔是这句话呢，以阿难的智慧，一定会加留落来较对啊。哦，那么佛陀家讲这句话意思是讲，四心足的人，就是讲有禅定的人啊。啊，有禅定的人，伊会当自世哦，自修满一劫，伊会当在世间精进一劫，或者是讲不足一劫啦。但是如来即马有这个心力啊，伊讲讲如来即马有大心力啦，伊敢讲未当自世一劫，或者是讲不足一劫安尼。
那么佛陀这句的意思就是你跟阿难提醒啊，应该当然一般有定力的人，有深定力的人，就会当带世间带一劫啊。啊，那么我呢，我的心力个胜过这的一般的凡夫，也是其他的这圣者的心力啊。我的心力是上强的啊，我敢讲袂当带世间一劫的。那么这句真明显，就是你个阿难提醒啊。我嘛是当带世间一劫啊，只要你甲开嘴，叫我留大世间，我就会当啊。哦，因为四心足的人，有禅定的人会当，伊有定力啊，好、哦，会当用伊定力来带入世间哦。这对当时这个规矩大师的代志，咱都看出来。啊，现出世的代价上，这件代志咱也看出来。当时玄奘法师要去印度啊求法的时阵，经过一个大雪山，啊，大雪山啦。迄个时阵啊，远远就看讲，哇，天空顶遐一片光，一片的光明，啊，就对迄个所在甲行过，啊，发现迄个所在有一个修行人，迄个修行人坐伫迄个所在入定，哇，安尼，啊，这个玄奘就看迄个人入定，唔知入偌久啊，啊，伊就甲叫醒，用酥油在抹身躯，啊，叫袂醒，啊，伊佫用引擎来甲点，甲叫醒。啊，叫醒就问讲，啊，你这个道人，你伫这个所在入定啊偌久啊？啊，你入定要创啥货啊？哦，迄个时阵，规矩大师甲讲，我是迦舍佛，迄个时阵我迦舍佛的弟子。迦舍佛是释迦牟尼佛前这个佛啊，哦，就是咱现在的第三尊佛，我是伊的弟子。啊，伊则问说，伊讲我就是要等这个所在来等释迦牟尼佛。诞生啊！我来帮助释迦牟尼说法度众生。哦，这个修道人是安尼讲哦。那规矩来说，讲安尼了后，玄奘导师就知影讲啊，这个人去有错过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一千天啊，已经离开一千天啊。啊，伊自自家小去迄个时阵就开始伊伫迄个所在入定啊，入定较紧啊，安尼错过啊，安尼啊，迄个时阵啊，这个。哎，玄奘大师，讲一个做规矩大师讲啊，讲现住时世尊已经离开咱，已经一千年啊。伊讲那安尼，我要阁继续来等未来弥勒佛出世，伊要阁入定啊安尼。哦，所以咱看得出，一个人入定了后，会当一直住伫世间真久长的时间。如果伊有高深的定力，那么对大家说。在这个家族三修那些金利益我们也看得到出来两千多年他还在家族三在入定、哦、他还在那个地方在入定、哦、所以有高深的定力呢、可以自世自修一劫满一劫、哦、在世中说的、哦啊、那么对这个规矩大师跟大家写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证明那么佛陀跟阿难说这句话说人有定力的人就可以在世间一人啊，我这个定力较深的人啊，有大心力的人啊，我有大心通，我当然我嘛会当大世间，我敢讲袂当咧，安尼。那么这句话就咧是阿难提醒啊，我有迄个能力通去自世一劫啦，哦，我也无希望啊，即马就离开世间啦。只要恁老，安尼我特别来自世，哦啊，但是呢，迄、那个阿难呢，哦，咱看这个这。涅槃经内底个讲，你是世尊即开如是可请之文，依据阿难，阿难立言呐、啊。二不觉知，啊，世尊乃至闻勤三说，阿难妄言又不该我。你看迄个时阵，世尊就安尼先开这个可请之文，要何？答阿难来家，请伊住世啊！啊，但是答阿难暗时，阿难烈然点点，唔知是安怎点点，而不觉知，哦，拢总唔知影，唔知影世尊即句话就是咧甲提醒。那么世尊乃至闻勤三说，世尊甲伊提醒三遍哦。啊，那么阿难妄言，阿难拢茫然，哦，拢唔知，哦，又不敢改我。也未晓通甲世尊道，不请如来自修一劫，
肉点一件，利益世间诸天人民啊！啊，咱未晓讲啊，来这个时阵来个请世尊来助世间啊，卖下修来助世间一劫的时间，或者是讲不足时间，不足一劫也好啦，吼、啊，就一劫来也好。那么啊，咱希望世尊是希望安尼啊，吼、啊。希望阿兰甲请啦，啊，但是阿兰未晓来甲请，吼、哦，请伊做事，来利益世间的这个诸天啊，甲这个人民啦、啊。啊，为什么呢？了，梵经有讲讲，所以食好，即为魔王所未歇过。因为阿兰迄个时阵去予魔王来甲未歇甲控掉咧。那时世尊三说初语，又见阿兰心不开悟，即便灭人。那么在迄个时阵呢？咱的世尊吼，就甲阿兰已经提醒三遍了。提醒三遍了后呢，看阿兰哪能未开悟，未当了解啊，安尼，迄个时阵，世尊就点点，无搁再开嘴啊。啊，世尊无开嘴了后呢，换人魔来啊啦，你是魔王来自佛所。那么迄个时阵，魔王就来到佛的所在，离别佛间，世尊跟着离不涅槃啦。伊就甲佛讲啊，吼、哦，甲佛讲讲，世尊啊，你即马呢应该爱来入涅槃啊，现世今者已不涅槃啊，吼、哦，现世就是世尊的啊十种的称呼，十种的圣号其中一种的这个尊称。伊讲现世啊，你即马应该爱来入涅槃了，啊、哦，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啊、哦？伊无来甲讲讲，你应该入涅槃啊！啊，那么讲安尼，当然爱讲出一个理由出来啊。伊讲，所以者何？我以往昔在你莲前何切，唤请世尊入不涅槃。讲我在过去啊，会记咧，世尊，你较早在你莲前何？就是世尊因啊咧受苦行的时阵，发现讲受苦行唔是办法，未解脱。哦、所以迄个时阵啊，啊，世尊伊就要放弃苦行，爱到圆莲禅河迄个所在呢，第四日，吼、哦，啊那迄个时阵呢，魔，这个魔就活来啊，伊讲我在过去，你伫个圆莲禅河一边啊，迄阵我得唤醒世尊入不涅槃，因为迄个时阵佛已经成佛啦，吼、哦，伫圆莲禅河边啊遐迄个所在菩提树啊坐啊成佛。上了后，世尊就来啊，就劝伊入涅槃啊。因为这个魔不爱和世尊度众生啊。哈、哦，啊，那是迄个时阵呢，世尊就讲啊，哈、哦，你是哎，世尊你是已见得人，我是宝藏，比丘比丘尼又不修又不依又未具足，伊就讲世尊迄阵啊唔肯入涅槃，伊讲我系四宝藏。哦，我的四宝弟子，比丘啦、比丘尼啦、优婆塞啦、优婆夷啦，我拢爱未执着的。哦，我还未度弟子，还未迄个，我不爱入涅槃。哦，还未甲众生度尽的，我不爱入涅槃安尼。又未降伏诸魔，诸外道。伊讲我嘛还未甲将其他的外道来甲降伏的，所以未应入涅槃。那安尼可见的魔呢，就是看自世尊成佛了后，就来扰乱啊，一直甲逼啊，逼伊入涅槃。哦，不爱护佛，讲伤济法，啊，佛啊，得讲惯，啊，众生得加多惯，啊，这个魔惊魔孙的自然减少。所以咱看出魔一直要要求世尊入涅槃啊。啊，所以迄个时阵，世尊讲，我的四宝弟子拢总还未记着啊。我意思就讲，我的众生应该都我也无多真啊，我哪会当入涅槃？啊啊，这个外道我嘛还未降服，所以未当入涅槃呐。啊，那么这是魔讲的，讲你过去就阿讲安尼，啊唔过啊，伊即卖魔阁继续讲讲，世尊今者四宝之中无不记着，有以降服诸以外道。那么世尊啊，你即马四波地主，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家众在家众，你都真济啊，啊拢记着啊，你已经降服真济即个外道啊。所谓之事，悉皆悉已毕，你所应该做的代志，拢总啊，拢总圆满啊。啊，
佛陀出世伫世间五项代志要顺，哦，进前都甲咱介绍过。第一转法轮啊，啊，第二度父母啊，哦，阿弥皈依佛皈依，阿弥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啊，哦，啊，到尾一定爱入涅槃。那么伊的这个摩德甲世尊讲啊，你应该做的工作拢完毕啊，那安尼，今次伊是应入涅槃，你即马时间到啊，你应该爱入涅槃啊，安尼。哦，啊，这个魔呢，哦，是再三来甲请，伊是魔王，如是三请啊。魔迄个时阵，老佛做逼三遍，请伊赶紧入涅槃啊。如来这边答言现在，啊，我以往昔在你莲显何者，以助虚逆。那么，迄个以四宝将彼继续讲。那么佛陀迄个时阵就甲伊讲啊，讲我过去伫你莲显河，我都有甲你答应啊，哈，我那四宝地主，因为迄个时阵四宝地主是阿弥基教，啊，那四宝地主基教，我特别就涅槃啊，所以至今，今已基教却乎三月东不涅槃，伊讲过去一直在咧按，就是我四宝地主啊无基教，那么今嘛呢，已经。记住啊，所以你阁花三个月时间，我三个月时间到，我就会入涅槃啊！哦，啊，迄个魔王听到即句话就足欢喜哦。时时魔王闻佛出语，欢喜踊跃，还归天宫。迄个魔王听了就足欢喜个安尼。哎，佛祖啊，唔将啊，唔咧白贼人啊，答应伊就是答应伊。哦，啊，了佛迄个魔王就欢喜啊，啊，就得等于伊即个魔王的天宫。因是世尊这边下修，还是迄个时阵世尊已经下修啊？吼，伊的世修是81岁嘛？啊，啊，迄个时阵世尊就啊，就是宣布要入涅槃啊。啊，但是伊会搁留伫世间，这是以伊心力自明三觉，是用神通力量哦，啊，甲这个身躯暂时留咧，留伫世间三个月安尼啊。啊，那么迄个时阵呢，世尊呢，吼。啊，伊就答应无了后呢，迄个时阵呢，大地就变动啊，吼，啊，天国啊，伫迄个所在啊，就自然无人个口，伊就家己会出声音嘛。啊，那么或者伊用伊这个神力在空中就讲啊，讲如来不救动不涅槃呐，如来不救动不涅槃，如来佫无外久特别就涅槃啊，安尼，一佛动伊的神通力量在空中啊，就安尼发这个音声安尼。要甲所有的众生来通报，啊，佛过无外久，就要入涅槃啦，安尼。啊，那么佛陀讲这个音声了后呢，吼，那么，当然啦，那是怎样的呢？伊就会赶我来，啊，赶我来，啊，就话就会紧张啊，啊，袂规个呢，啊，比如讲，还佫有缘的呢，最后还佫找还袂到的家，啊，那么伊若怎样呢？伊会赶来，啊，赶来，啊，那么话会来最。做最后的这个供养，啊，为的老疑问，伊就会赶来世尊的所在，啊，来求世尊来解伊这个疑问，哦，啊，为来做最后供养。所以佛陀要涅槃的进程，其实伊就把阿难暗示啊，对涅槃经内底这段能看出来。啊，但是我那看得出涅槃经内底咧讲的，啊，佛陀讲的，伊虽然实现涅槃，暂时离开人，其实伊并无离开众生哦。啊，伊并无甲众生放袂去，伊阁另外伫一个所在伫教育众生，啊，而且佛陀讲甲即句话啦，啊，都迄个蠓仔蕉会当甲阴甲海顶起来，啊，蠓仔蕉会当甲大地来甲浸歹啊，啊，若无，我无可能甲放弃众生，啊，这是佛陀的大慈大悲点，咱下就会再阁甲咱继续研究，祝福诸位，咱来回向。愿以此功德，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愿生到此净土中，莲开即见诸尊容。我提愿生第一，世随弥勒愿尽中。南无东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大妙上菩萨，南无法华林菩萨。